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开箱，开什么箱？斗争特工这个时光组 party 的箱，说好的开箱，对，晚了一点点，不过我们还是说好，还是要来开哦。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先看到这是袋子哦，还不错，看到 ，Berliza 的，应该是这么念的啊 ，Berliza。我一直都是这么念的，我不知道我一直两个念错了。哦，第一次开箱的是那个每个时光组都有的。好，但是其实我已经偷偷开了一点箱问了，看到没有？哦吼！这是什么？看到没有 ？Lionheart， 门脚，还有嘞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七六。啊 ，man 脚不 man 呢、啊？哦，算了，不重要啊。时光组的这个应该是文件夹哈、哦，第一个，我们先看到是文件夹，有看到啊、哦？它里面哎，背面看一下，还不错。这是什么？美商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，版权所有，斗争特工，不过外企是商标啊、哦。这个冗长的话我们就不讲啊。哦对，尽量把重点拿出来啊。文件夹，还有这个是，应该是悠悠卡的，还不错、哦，也还不错。完了、哦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开卡包，哦，应该是炉石的啦，很久没有玩了。哦，后面是序号，但我就不转过来了，好吧？这是啊、哦，每个时光组都有的哦。然后再来这一包，它里面有很包就是 Twitch 的 ，Twitch 有跟他们合作，对 对，Twitch 赞助的。完了啊、哦，没有什么嘞。哦，这个我偷瞄一下。哎，对 ，Twitch 的衣服 ，Twitch 的衣服。大概是这样，哦，不错啦，还很不错啦，就是办给时光组 party 活动还蛮不错的哦，里面吃的饱，玩的还蛮开心的，哎，对，重点是送的，很可怕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哦，有三个，不知道什么。高一点，不然你们看不到我在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好像是这个东西，棋子之类的东西。不是哎、欸，是不是吹了会变气球啊？这样吗？我不会用哎、欸，这啥球？有两个，我研究一下。它这个图看起来是要往下撕的感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不知道怎么弄了。它这应该是拿来吹气球的。有看到这边有个箭头吗？哎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。总之它有个箭头啦，应该是要把箭头撕开，然后吹气进去啦，我猜是这样。管他附一个吸管干嘛？一次性的，应该是一次性的。哦，我现在该喝茶。好厉害，它粘住了哎！为什么自己会粘住啊？而且气不会消哎！那我好像原始看到神奇的世界了。所以为什么吹进气不会消啊？奇怪了！神奇了哎！
应该它有设计一个那个原理吧？拍了袂听好无吼？这软棒起来拍应该是15啊，都不错，还蛮有趣的吼、哦。一支啊，一支都踩你家哦，四方规都拢踩一支啊，退去，要退去合作。过来呀、啊，这有时间再来整哦。然后还有送一个这个，说实在话，这我实在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。有人知道那什么东西吗？等一下哦，反正都拆了两个，一起吹好了。所以说我不知道吹来要干嘛，而且很有趣哦，它这只是撕开嘛。光线问题，你们白色的看不太到，撕开也蛮好，它也没有什么贴纸还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我好像撕错了，刚刚这样吗？哎，直接插进去根本不用撕哎，靠北啊，直接插进去。看着，看了这个硬饼饼，看了无？看了无？大鸡无？啊，大鸡无？啊，这个 size 我跟你讲，这起来好，干不离赞哦，能记好，两只都弄起来了啊、哦，弄起来，什么东西弄起来？然后这个东西我研究一下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把它拆下来。好，以下开放观众回答，好不好？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哦。它结构是这样，对，我比看啊，啊，不是吧？夹发票的，好像不是啊。你看这边有缝缝，我不知道夹什么。好，以下开放观众回答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对，太窄了，我懂。要不是有 Pokemon， 对，我看还是继续宰了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他送两个啊。好，那首先实况组的开箱就到这边。哎、欸，对，不不，哎、欸，就是实况组都有的了，都有的那个部分，就到这边哦。也是很低，要不好？推够推啊，推够推啊，耶！应该是拿来加油的。用水先放上，啊、嗯，好，这是人人都有的，人人都有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开这个，各位期待已久的最佳导师奖获胜的，是我们的，对，谢谢。这个主要要感谢的就是 Elvis， 还有你们这些观众，对对对，因为你们。没有你们，其实我应该，对啦，要么要朋友帮忙嘛，啊，要人支持嘛，不然拍片是一件很无聊的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第二箱哦，就是最佳导师奖的礼物。第一个，这个不掏款回来啊，这个人之后一旦哇，这个赞，这个我喜欢，真的，这到时候哦，哎，我后面这样贴起来好像还不够哎，我这样贴起来有没有？霸气有没有？斗阵特工，你看到吧？那你爬吧。很大的海报，有看到吗？有没有？大家荧幕快装不下来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好了，就是那个很多人的照片啊，应该就是21个人的那个。对，好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哈。OK 啊 ，OK 啊，这海报不错，我喜欢。宅归宅啦，可是对比较省钱一点，所以很少买这种东西。啊，如果有的、欸，对，其实我还是会收集。嘿，好，这是最佳导师奖的部分的第二，刚刚是第一个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第一个是海报，第二个是我看一下，我先拆这个好了，拆
这个吗？好吧，这个，这个。其实我那时候参加是自在参加，不在德明，对，所以我印象中就键盘花鼠，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还真的就只有键盘花鼠。啊，它那海报是多出来的。那我现在我们来替各位开箱的是这个键盘的部分，不是滑鼠的部分，滑鼠，滑鼠。我嘿，刚刚拆礼物尴尬了。对啊，它封的太密了，怕我破掉了，算了，破就破了，就算了。包的还蛮精致的。哦，外面这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贵，还是要保护它之类的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用意吧。看到 ，Razer， 哎、欸，有型号吗？哎、欸，没型号呢，不重要。哦，这个是我人生哦的第一个电竞滑鼠，你们相信吗？来看一下，这是赏的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，看把这个给我看。有啥物？相对啊，看99块。我买的我的滑鼠键盘，你可以知道我的技术跟我的能力是到哪里哦。我可以用最困难、最刻苦的环境去玩一个游戏，用那个送的啊，那个连那个滑鼠还拉不过来。第二个滑鼠基本上是 notebook 的，所以就放在旁边，这样还拿得过来。99块的，我们先来开这个哈、哦。看起来贵重，妈呀！都舍不得开它了，要这样开，这样开你们才看得到。我说真的，镜头调那么高干嘛？第一个电竞滑鼠哦，没用过，我从来没用过，就连去什么世贸展，好像印象中好像也没有用过哎，应该是世贸展他们也不会放这种电竞滑鼠吧。高一点，然后我在开箱，你们都看不到。贴纸应该没有用了吧？我来看一下啊、哦。哎，顶管这里刚刚是被刮的，可能一个月。来了，噔噔噔噔。先别响落去，开到半夜了，噔噔噔噔，这个节目效果千万不能做。而且响的，这把我们在保护我。首先，我们先看它正面，有没有看到发亮？有没有？叮，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，没用过。哇，这样，叮。谢谢。说明书，做说明书。哦，跟说明书还包起来，哇操，是怎样？是这个是啊？看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买的。你这只丢装备冲啊？哦，他送这个哎，有看到吗？原式哎。这好像是 for Overwatch， 对，废话，看这么多 Overwatch 的 mark 了，雷蛇 for Overwatch 的滑鼠。喏、哦，download and install Razer C Nepus at razerzone.com， 靠北啊，就是网址念那么长干什么？应该是下载它的 driver 啊，应该是下载它的 driver。我、哦、看不清楚不重要，因为这不是重点。这个用这安尼，安尼个抠开，你知影？用这个抠开，啊，我个个抽出来，就介高级的感觉。我买。哎呦喂！这敢是纹身贴纸的感觉？你在想 ？Razer Ink and 什么的啥？说明书，说明书就不用看了，因为大家应该没有兴趣。
好，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军事间请方便休息，好吧？说明书。哎呦，错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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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来看麦者。Oh my god！ 我看起来好像厉害呢，看到没有？不好意思，小弟这个孤陋寡闻。我知道旁边好像是可以用拳头啦，可是它有两颗啊。对吧？哎，三颗哦，两颗两颗，这个是让你方便按的。这边有两颗，旁边有两颗。哦，这个触感哦 ，Oh my god！ 哎，好像真的比较好按一点呢。我看这个刚刚最厉害呢，我人体工学呢，你看，我手只长无，你看，伊刚刚痛一点点啊呢，迄个一般的滑鼠对吼，对不？是不是痛到家啦？你看了？我看了。哦，这样你给它痛一点点嘛，这 size 的感觉起来就不一样。哦，这个触感哦，而且这个线哦，我先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个线有没有？它不是一般的线哦，它是那个忘记叫什么，反正不织布是还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线是比较不容易那个接触不良之类的。赞赞赞赞赞，这不错，滑鼠的部分。对，滑鼠部分就是这样，哎，开把滑鼠开完。哦，接下来等一下这一段应该会剪掉了，哎，对，所以你们不用急着看。等一下装起来看我会不会比较厉害哈、哦？啊，不会啊，哦，我有说会比较厉害吗？有啦，人物会飘的比较厉害啦。杀的人不晓得会不会比较多啊？不知道。好的，滑鼠开完了哦，我们来开键盘。这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听说好像是滑鼠垫啊，我们先开滑鼠垫啊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很好奇，这是滑鼠垫吗？哎、欸，上面有图哎、欸，啊有啦有啦，对啦，那天没有讲说它大到怎么样，大到可以键盘滑鼠放上去、欸。你是我的桌面没那么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滑鼠垫到底是多么可怕、啊。看，这我桌子不把它延伸一下怎么可以？哦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他那个 mark 就是雷蛇的 mark 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弟孤陋寡闻，对，很少买这种贵的东西哦。好，拿起来，就是它只是塞在这边的，好，拿起来。滑鼠垫哦 ，if， 看到没有？神奇的事这样发生了。很长，没了，好，已经够长了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看，我没有搭这么，我这我觉得比较，我没有这么大的桌子啊。可惜这个，那只能拿来看，不能拿来用。哎，拿反了，对不起。看到没有？拿后面一点。看到吗？Oh my god， 好大、啊，好大的滑鼠垫啊！你看，那千山童姥嘞，他奶奶，超大的滑鼠垫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键盘加滑鼠垫吧 ？Oh my god， 这个可能桌子要改装一下，对对，桌子要改装一下。我好好站起来好吧，啊不就，不过我站起来你们看不到我，所以你们是要看人还是要看东西啊？只能挑一个哦。滑鼠垫，这是第二个哈。Last， 最后一个啦。键盘，因为刚刚 Mark 是雷蛇啊 ，Razer。锵锵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又拿反了，再一次哦。锵锵。
Black Window， 黑荧幕，黑视窗。好，不要绕荧幕啊。键盘好重哦，超级重的。这是后面，有看到？我来开开看。这可以开亏了，我跨步二八八零开箱。不要给我贴纸，贴纸比较好，因为我在下面动作你们都看不到我在干嘛。啊，上面有一个可以撕的，也可以撕。哇靠，连这个贴纸都是啊，它是不会把这个破坏掉的哎。Oh my god。人家你尊爵不凡，不要嫌我怂啊！买到台北怂了不？我的仔仔无咧买这贵贵物件，够钱睁开无吼？恁就知惨啊！你我甲你讲，哎，它是 English 的 keyboard layout 是 English 的，代表这是哦，看。果然 ，English， 真的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新式，乖吧，靠背啊，靠背，感动，腰背太大了，有没有 ？English 我，对焦啊，哇 ，English 我，言下之意有没有？言下之意的意思就是对。我们要学好英文，然后不要让我们学中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一开箱的时候，我有点错愕。这滑鼠是哈，看到没有？尊爵不凡 ，Oh my god！ 哎，真的，他们送的东西真的不错哎。我那影片没白拍，后来没拍多久哎，我拍好久，然后挑了好几部片，再挑了一部交流。旁边还有这个哎，你们看一下。旁边还有这个，真嫩的呢，这张给它供了，它就做，真嫩，看到无？哎，这个是封条嘛，喏，不要客气。因为你看它键盘，我等下拿出来给你看。它为什么给我英文版的？它固定的太固定了，有点拿不太起来。哎呦，看到不？知道吗？一样，应该也是不织布的线，我不确定是不织布啊，反正它用个布保护，这种线会比较那个。哎，还好吧。哇，这样爽哦。是，看到没有？这键盘，哦，机械式的，我靠，这我已经大概20年前用的东西了，因为以前机械式就咔咔咔咔咔，按起来会很大声，喂，这个看起来蛮好清的，因为它那个好像是，我不知道你这样看不看得到，它这个缝缝里面有没有？我感觉今天这键盘那些档啊，你老师你没摸过这档的键盘，原来那个缝缝里面是不会有灰尘卡的，还不错哎。然后后面这个嘛，哦，我切了个卡进来呢，我看，哦，看老师夸张多厉害，这不懂机械式啊，所以以后你们看我实况的时候，你们会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？这应该有经过50000次以上的那个测试吧？哎，这是键盘的部分，键盘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这说明书啦，哇，我就不阐述了，应该就是这样吧。说明书应该是下载驱动程式之类的，一样啊，他有送雷蛇的这个。我想这应该是要叫我贴在上面还是什么之类的。OK， 好。那应该，我这边还有一只闪光温斯顿，后面那个绝对不是76哦，我认出来。
光温斯顿，因为下面那个看起来不像76啊，76没有长那样啊，又一直很像法拉的法拉，不是，前面那两只是啊，就是看温斯顿被我挡住了，温斯顿跟闪光，哎，温斯顿跟闪光 ，OK 啊，好吧，那接下来可能就看我装上去的效果了，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这开箱应该就这样了。就是键盘花组，基本上这个开箱就是看它到底是长怎样之类的，这起给它就爽。那不过一键盘的我哈，不，你知道哦，你要自己记位置。我是舍不得把它贴上去啊，因为贴上去很丑，摸起来触感也不错。哇，舒服，真的摸起来触感真的不错，真的摸下去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会讲，手感很好，对，好吧，好，那今天的这个斗争特工，这个实况组的礼物跟那个最佳导师奖的礼物，开箱就到这边，好吧，谢谢各位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